上次来到这里是我国小户外教学的时候，这里收集各地的蒋中正铜像，大约有150座，各式各样姿势都有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骑马，有的看书，这里真的非常的有特色。这里则是游客中心，里面记载着蒋中正在台湾所做的事迹和所盖的建设。这里则是慈湖，这里环境非常的清静优美，而且这里还饲养着一群可爱的黑天鹅。接着就让大家来欣赏一段宪兵交接仪式吧。